为大家隆重介绍我的团员们 ，Keyboard 手大头，还有我的吉他手小宋，团员是一定要认真介绍的，因为等一下你会知道他们有多厉害。我的吉他手田广润，还有我的 band leader 贝斯手陈杰，最不能缺少的鼓手古侠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唱这首歌之前，我要先说我的 EMO 里面 vocal 有点干。接下来这首歌，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唱。我们不走欢乐路线，因为我们想要大家跟我们一起感同身受。
望是卢卡斯。好啦，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表演就会一直都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这个呢，歌就是稍微再激烈一点，因为大家因为只唱五首歌嘛，所以不把自己唱爆怎么可以呢？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玩。哎，那个灯如果更黑一点，会不会你们比较放得开？这首歌是《歇斯底里》。
差不多了，因为我本来就有点感冒，很爽，这样可以真的把自己唱爆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最后一首歌，我自己的最后一首歌，我等一下变主持人。接下来这首歌，最后一首歌了，是《自然醒》。Have fun, guys!谢谢。